在昨天开箱了旭悦的万世阁饭店之后，今天从旭悦下来美瑛采景点，光是从山上下来的这一段路程，就仿佛在画中开车一样，路边还有设置停车场可以拍到旭悦的样貌。接着抵达美瑛市的大景点之一清池，大约停留了一个小时，拍了一些照片，吃了有点甜的牛奶汽水冰淇淋之后呢，赶紧前往下一站四季彩之丘。这里也是像画布一般的景点，拍了几张照。最后呢，我们前往白须瀑布，这里除了是很知名的温泉旅馆以外，还有像胡须一样的瀑布，很适合拍照散步打卡哦。我们从我们的饭店，然后一路到清池，其实大概只要一个小时出。但我们现在路上一直在花时间，因为真的太美太美了，你很忍不住会想要停下来拍照。然后这个地方，现在目前我们停留这个位置，就是一下车让我尖叫，因为可以看到大雪山山脉超清楚的，带大家看一下有多美。今天天气超好，有蓝天，然后下面是湖，然后旁边都是有黄色、红色、橘色的叶。这是小秘境。对，因为很少看到人家介绍。很多人都会停车下来在这边拍照，应该说这里车其实很少，不会有这么多的游客，也不会有游览车，你就在这边好好停、好好拍，没有人管你，自驾才会到得了。对，没错。可是这边停车场啊，它现在第三嘛，它前面有四五六七，对，就是，每个角度都有，你都可以停下来拍照。对，每个地方你都会，其实都会想要停留。这个停车场是我觉得最棒、最值得下来的地方，推荐给你们。清池，那如果你们是自驾来的话，导到清池离驻车场其实还有2公里，那一路照指标进来就可以看到很大的停车场，那指标都还蛮明显的，观光客非常多，对，就看指标直接顺路会直接到清池，不知道的就是跟着游客走。我身后是一家商店，里面有卖冰淇淋，因为今天天气实在太好了，超热，待会一定要买一支冰淇淋来吃。那现在我们进去清池拍照。就是一个踩点的地方，大家来拍照的话，走一圈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。那拍个照、吃个冰淇淋、上个厕所，这边的行程大概我觉得半小时可以结束。那清池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很特别，我觉得冬天的话，应该因为下雪的关系，所以枯木上面都会有白色的雪，应该是会很漂亮。但是这边就是以美景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来的路途当中美景更美的，就是比清池其实还要美，我个人觉得推荐给你们，如果说你们有顺路可以过来踩一下清池。等一下我要去四季彩之丘，不知道那里现在的状况，秋天是什么样的感觉。这个冰淇淋的话，我觉得日本人真的是很会，
把狐狸的头吃掉了。没有啊，没有没有。狐狸耳朵被咬掉。它连就是饼干都做成狐狸的图案，然后它的蓝色啊是弹珠汽水，我觉得买白色就好了，就是感觉蓝色的地方色素很多，但想说那个弹珠汽水冰淇淋没吃过，一支500块其实不便宜。四季采之秋，本来一路上啊开过来，想说秋天整个都已经没有什么颜色，都是稻草的颜色，就是黄黄的，没有什么好看。结果一来进来这边，超多颜色，彩色的，所以秋天其实也很好拍。那刚刚进来啊，停车场是无料的，免费。那里面有卖一些农产品，还有一些商品。然后进去就是四季采之秋，带大家看一下。大家有看到七彩颜色的花海吗？你一进来会被整个花海包围，非常漂亮。那它这边也有那个就是拖拉机可以载着你绕整个园区，可以买票，然后坐上那个车，它就会就带你绕。对，我在干嘛？因为我很想赶快去看那花海。采之秋这边喜欢拍照的话，我觉得大概可以停留一个小时，你可以游整个园区，然后休息一下。那下一站的话，我们要去白须瀑布。现在已经是2:45，预计5点之前要结束今天的行程，不然天会太黑了。好，希望今天瀑布有枫叶。Stars are all watching you shining brighter than them somehow. Days have all faded and there's no more waiting for this right now. You're here in my. 我现在来到白金温泉。旁边呢有一座白色的桥，我们经过那个白色的桥就可以看到白须瀑布。Go。也算是还蛮好的，这里的枫叶啊全部都已经转黄，虽然没有到全红，但还是很漂亮。我跟二林刚刚一走进来这个桥，我们两个瞬间都不讲话，各自拿起自己的设备开始一直拍，狂拍照，很好拍，这里前后左右都很好拍，尤其是我后面的雪山，然后跟白须瀑布一起
然后整个枫叶你都觉得哇好美哦，就是在一幅画里面。好，这个景点推荐给大家。那天色快要暗了，北海道其实大概4-5点的时间开始天色就会渐渐暗了，所以我们要赶快回饭店。好喘，如果风景没有很美你就死定了，超累，晒霜上来。原来可以开车上来，这边是一个避难所。上来，真的，没事，很累，没什么东西可以看。对啊。后置会一直放我那个叭叭叭叭叭，一直骂你的声音。人都有一种好奇心，是的。为了好奇，我们爬上来了。我爬了几百个阶梯，大概应该有10几层楼高吧。反正整个很热很累。所有人上来都傻眼。我跟你讲。是的，感觉好像是真的没有什么东西，因为它这边是一个避难所。但是带你们看一个风景，这样，再躲，这样，好像夹娃娃，再躲，这样，好，下来，下来，好，不要动哦，我再给你的手，好，好，下来，下来，耶，登顶了，耶，有看到吗？我的两只小指头，那我两只手指头就可以登顶了，超酷的。以上就是我登顶的画面。大家如果想要登顶，就自己爬上来。